下吧，这样会不会好一点？好，我先配配什么？我前面拍视频的时候就是让它稳就行。应该不拍了，还打吗？不，这个材料不切了，到时候那个切啥？切小飞机吗？小飞机先不切，到时候切那个碳钢吧。它没有那个氮气，它这个是用氧气切的，它那个效果可能不一定有那个。